最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幸福很大，终极上大榜环节。今天来到这个新北市林口区啊，哇，这个庙够大间的啊，真的。腹地又大，你看是观众比你加接哦，那你也要介绍我们来宾很多啊。好，来来，我们先介绍江正凯，欢迎钱君仲，好久不见，郭庭筠，是的，苏燕蓓，哇哦，彭伟杰，哇，郭忠佑，哇，张若琪，哇，真的很多，还有王彤、张嘉伟，大时代，哇塞，想到的名次就想到大时代，没有，对对对，真的好，大时代八点档，哎，有看吗？有看吗？有。时代有看啊，忠实影迷哎，是是，现在好像拍的另外一代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五妹啊，对，忠实影迷了，现在出现了，对对对。今天来到这个林口啊，哎，林口林口，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啊，什么日子？9月9号，你想到了什么吗？有想到什么吗？九长长久久，对，没有，大家喜欢节目长长久久，大时代长长久久。祝福这新人结婚长长久久。9月9号，大家也知道，像我是比较敬老尊贤，所以就想到9月9号呢，这个重阳节啊，敬老节，也就是敬老节了。没了，哎，农历开始9月9号是重阳，国历也可以敬老啊。农历是农历吗？是农历，是正常来讲是农历啦。是啊，你国历要敬老也可以了，好了，对对对，勉强 OK 了。对，为什么你没有想到9月9号干嘛？有，怎么可能没有想到嘞？你想到什么？99就是要来玩乘法表，哎，99。哎，小数讲完了，小数一定要背啊！919哎，对，9/18，对对对对对，93/27，背的不错哦。可是我们那年代有背，你们有背吗？当然有，你没背啊？这样讲，随便你考，随便。讲到9月9日，文启你竟然能联想到99乘法，但是瓜哥，99乘法也能玩游戏吗？99乘法，1、2、5，十，哎，对。乘法表26，哎，对的，对的，还放鞭炮，哎，放鞭炮，想来给你了，重要，讲到99乘法表，36乘10，360，文启算是挖坑给自己跳，王彤、嘉伟都是算个位数，你却是10位数，但是9月9日应该有别的意义吧？9月9号跟玩99乘法表那有关系啊？他们联想到的。没有关系嘛，平常也可以玩啊。对，9月9号是这样，9月9号是现在体育署一直在推动的，国民体育日嘛。啊，国民什么时候讲了？这国民体育日呢？那在9月9号这一天，我很多的优惠啊，好比说你可以到一些，比如说活动中心、健康的运动中心、游泳池、健身房那一天都是免费的，买东西是有优惠的。这一天呢，9月9号有三免费一优惠，大家好好的利用这些，甚至有免费的健检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熟悉啊？你又没有在运动会那么熟悉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近期这5年来的国民体育日的代言人啊，5年来我代言了3次。这么久啊？那既然这全民体育日，不如我们就来体育日一下啦。是，这我要证实翔哥讲的这个确实是正确了。是吗？是我们的国民体育日，那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要好好的运动，然后增强你的身体健康。对。那今天 Terry 老师我都在现场，我就叫大家来跳一个暖身操。哦。动起来，我们带动大家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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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会的，大家一起动起来。对，基本的身体体能它有三大要素，第一个叫心肺功能，心肺耐力，对，就我们刚刚做的这一些。第二个叫做肌耐力，哎呦，好，肌肉的耐受力。哦，对。第三个呢叫做柔软度。哦，所以这三个缺一不可。我们要把这个知识跟观众分享。对对对，那不如来玩个游戏啊。那我们来玩这个游戏，是刚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体适能的要素有相关的。好好好，好吧，我们就来玩三个游戏。来建议一个游戏，怎么样？第一个游戏，我们来吹气球。吹气球。刚刚 Terry 哥讲的那个就是训练的要素里面，心肺功能，对，那个肺活量很重要。我们吹气球，你先拿一个气球进来。呼吸机很重要。哦，来燕佩，一口气，一口气吹下去。吸先呼吸。没有呼吸。一口。来，吹。好，吹完了。差不多了，你看，所以他的肺的用吐气的力量这么难吹吗？也很糟。来来，你肺活量力吹看。好，郭宗佑。哦，歌手的心肺耐力是要很重要。哦，这个就吐气，停。这个肺部力量就很大了，一口气，肺力量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考验的是这个部分，哎呦，让你心肺都动起来，你心肺都动起来，你不会那么喘嘛。没错，血液的含氧量就会高。那我们进行了第一个运动啦，全民来运动。好来。这个大哥才有拼嘛，肺活量应该很厉害了。来，江正凯。哦。不会，我在电视上看他很强哎。你很强，你要挑谁？还是他哦。他说你很强，你不挑战人家瓜哥吗？啊，你也挑战我？不是，我说你要不要试看看？他在欺负我了啦。我会欺负你啊？不然你不要挑。你看到没有？我给您形象就太强了。太强了。对。对。七公是一爷嘛？哎，一爱本啊。啊，这讲是伊的嘛，伊的本啊，对啦，所以你把对方啊本逼起来，你就赢了。啊，所以你输了。来，安仔哦，来，了解了解，近点啦，预备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我们现在告诉大哥你在干嘛啦？不是这样吹的，一口气往里面吹啦。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球？你今天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哦。喘对不对？这个表示干，你看他体型那么大，他肺没有在用啊，肺活量不好。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肺没有常常在用，所以他很容易喘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们是吹气，不是吹吸，吹吸，吹吸，好不好？吹不起来吧？你用力把它吹起来。你们吹，再吹一次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吹啊！吹，你看你的球。对啊，哎呦，香了！吹啊，吹啊，吹到爆！哎，看起来他的这个就是你没有在运动，不是看你外形，你看你的肺活量就没有。对，他很喘哦，不要再让他去大家去还要请他去训练了。来，礼物给我，谢谢。来，米给你，香米送给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到后面休息一下，来这个拿，那个拿拿下来吧。我们找一个女生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姬小燕。姬小燕啊，怎么穿这个衣服？这是代表我们林口健康操。哦，听你的口音是嫁过来的。哎，对。对，从哪里嫁过来？福建。大陆安徽阜阳。安徽啊，嫁来多久了？七年多了。哎，两个小孩。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女儿带花献给妈妈。啊，先送给我妈。你是真的要送给我，还是妈妈叫你送的？妈妈。啊，妈妈叫你送的。出综艺大集合，收视长虹。小燕子哈。小燕子，叫小燕子啊。来，妈妈要比赛，你希望她赢吗？好，希望啊。赢得有2000块，来。好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我们就是你倒上来。哇，这个好激烈，好刺激哦。好，这个就是比肺活量啊，先把对方气球吹破，你就赢了。也就是自己头上气球落破了，就是对方赢了。2000块了，预备，小燕子帮妈妈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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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预备，提上预备。好，现在我们是不吹对方的关系。我看你这个。
什么运动吗？健康操有，你有吗？肺活量是有的，好厉害哦！其实就微微领先，对，后来越来越冲很快，好欢乐。这也不是普通对手哎，铁肺的歌手哎，对不对？妈妈赢得开心吗？开心对不对？要颁奖了，来一人一千了哈，来，来恭喜获得2000块，谢谢，谢谢小燕子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找一个女生啊，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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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好。你是什么队伍？我是 X9。 X9 是什么？ 9健身房。健身房啊，这么纤细就是应该就是健身。这个对咯，你应该有肺活量吧？我努力。那个燕佩跟他拼了哈。好，燕佩，燕佩来，好来啊，尽量了啊，预备。酒才吹成这样的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还好吧？怎么行了？他怎么快死掉的感觉？他还是运动教练呢，啊，来送你米。你讲那个米哈，回去多吃一点肉。是，也不能瘦，也不能一直在瘦的。你看这还挂马上减肥，不要再减肥了，再减不得了了。对对对，谢谢。哎呀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个运动不是你看到外面体重运动，你就会吹那个气的，真的。改天我很重要，改天我好好示范，一口气把它吹破哈。一口改天了，改天了。今天还有很多项目嘛。是。他就是先这个已经把那个东西讲好了，不然他我们会叫他吹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改天再吹。一定啊，就是一口气。不可能哪一次一口气啊，那关键哦。对，一口气啊，就爆了，就爆了，就差点。哎，我要练一下，再让我练一下。练一下。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项目。还有什么项目？心肺功能之外，心肺跳核心各方面。哦，核心啊，这个运动好。我觉得跳绳很重要啊。你没有参加过跳绳吗？跳绳谁没会跳？跳绳训练体适能，尤其打拳各方面，有没有？全身在动，心肺的耐力。心肺耐力，还有你的身体的协调性。啊，对，协调性。还有你的爆发力。嗯。尤其是在跳绳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你会急速的心跳急速上升，还会改善你血液里面的循环。哦。重点是对全身性的协调是非常有帮助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不是光跳绳就无聊了。我们要公主抱，我来示范一下。哦，这个就有难度了。来来来，好，举动嘛。我们你看，这就是公司艺人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有三个人给你选啊？难道我不是公主吗？不是，我是公主抱，不是大象抱。公主抱，公主抱。你在选什么？公主抱。哎呀！来个跳绳，跳绳，真的假的？来跳绳。有点吓耶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给搞啊！你给搞啊！很重啊！以后能发声，嘉伟蛮沉，能不能发像那个健身教练瘦一点的？瘦一点。对，哦，一身汗。这样跳绳呢，就是会增加你的核心，核心啊，下半身就是腿部的这个肌耐力。哦，因为很多人年纪一到，他的下半身膝关节退化。哦，那功力，这功力，年纪一到，肌肉量不够的话，他没有办法保护你的膝关节。是，我们也很怕，所以希望多多跟这时候就要练肌肉。是。接下来进行这个项目呢，公主抱的跳绳，来来来来，好。今天就是我们两个甩绳很重要，那绳的速度跟宽度，因为你要抱人，你不能太快，那变欺负人。不然是我们的队友也好，或者是参赛的队友，你应该抱一个人，一定要什么，要那个速度，看五下就休息，五下休息，一个 cycle 是五下比赛。哦，这样子。如果谁先停顿下去，就是受不了了，好了好了，受不了了，对对对，就结束了。一个男的受不了吧？江振凯呢，要抱的是黄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没有观众票？根本就是每一个乱包来的，这是妹妹啊，亲妹妹，不是干妹妹，干妹妹，哦，讲清楚呗，哎，就是个干妹妹，好喂，好，那你们先来喽，好，来请就位，听哨音哦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抱起来，好，来背。好，跳绳比赛开始，我们健身教练来了。哎呦，真的抱起来了。来，请坐，休息一下。来，哎呦。循环休息一下，对，这其实应该很快就没力才对啊。我们比较吃香哦。预备，好，哎呦，不一样哦，危险危险，跳起来了 ，OK， 不错不错不错，好，跳完五下之后，这算是第七下，第八下喽，哎呦。要快，要趁他们快！来，不要脚软，预备。对方脚软了，可是脚也软了。一，想想看，脚有软吗？三，不行，有。撑住。快，太快，他们不行了，他们不行了，他们现在不行，脚软了。三弱。你看脚软了吧？快！你们开始起下。脚软吗？跳起来，要跳高啊！跳高而已，走。哎！快！因为双方都踩到线，双方都再一次机会，跳高而已。哎呦！我来了。哎呦，有动作。你们，不能停。我们这一轮应该是第十一下到第十五下了。嗯。好，跳了，刚开始搏了。快！接下来这一段应该是第16下到20下，还过得去吗？健身房也该闹鬼了。好，想起来，快！三下而已，你四下就赢了。今晚。你们获胜啊！大家恭喜健身房教练获胜。一个是18下对15下嘛？哎，对，你们获胜了，颁奖3000块。哇，这个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刚刚说是第二次有点抖了，对。对，第三次更喘。我一直都在抖。哇塞，你喘！可是我意志力充足。这个真的是意志力。第四趟的时候已经抖，再叫他下去就腿软了。咕哩，好厉害哦！这个运动。这个肌耐力是太难了吧？是，但是你一定要坚强肌肉，不能随便学我们哦。对，下肢肌力不够的朋友千万不要乱学。对，那其实我要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日常微运动啊，日常微运动。对，其实在家里面呢，我们做家事就可以做运动啊，肌耐力。对。对，尤其是对于下肢哦，刚刚都强调下肢部分比较多，我就要带一个 model 来，小钱哥来了，来，钱哥来了，来站这边哦，像我们一般人拖地啊，来，你坐面对面，都是这样拖，对。这样拖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我们就要修正你的动作。第一个，我们把腰杆打直。好，来把你的腰杆打直。屁股往下坐，胸口挺开。好，模仿星星的感觉。来，手往前撸，撸。对，练到你的下肢，有没有你的臀大肌、股四头肌、胸大肌、手掌的协调性？请问一下，这个姿势这样撸，为什么你的嘴还要？为什么嘴巴要弄成这样？为什么？所有动物核心肌群最厉害就是猴子，猴子猩猩金刚啊，它永远都是这样啊，真的嘞，永远看它坐在那边，好标准啊！他是没停过的，对，他做的吃香蕉也是运动，掉树上他都这样，真的，他核心没有在动。你们好像，你们两个当然太可惜了。哇塞，配合音乐，星星爸爸对，星星小孩，来来，接下来我接下来加油，金刚跳了 King， 金刚跳了 King。这是练核心嘛？对，下半身核心，核心还有大腿，还有你的股四头肌，这很累耶，这很累啊！女生都没试过，大家一起来试看看。来，张无奇，来，张无奇，来，谢谢。
你们轮流脱，来音乐音乐，在家在家，好，平常在家拖地的时候就敢拖地，拖地呀，拖地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妈妈拖地在日本还有一个课程呢、啊？日本就是鼓励学生在地板上啊。好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刚刚现在要讲的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平常用拖把拖到大面积。对。如果我们有细缝拖不到，怎么样？趴着拖。对。好，这个趴着拖，来，我们请小贤哥来示范。好，一般人都是跪地这样子擦，那这样子其实是很伤你的膝盖跟你的腰。但你要用四点着地，双手着地，膝盖不着地。来，我们站在那边，膝盖不着地，手拿抹布，好，试着我们往前擦。日本学校有比赛这个。对，而且腰杆要打直。嗯。腰杆要打直，好，脚要跟着协调性跟着走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对。对。哎，用金刚带。对对。金刚要跳到顶。不仅是家里面清洁，而且增进你的身体健康。对，那我们就来进行第三个游戏，跟这有关的啦。没关系，来来，第三个游戏来了。接下来拉单杠吃棉花糖，哇，那个这个就难了，我要示范一次给大家。示范一下。我要拉单杠吃棉花糖，单杠拉上去，哈，引体向上，来，预备，来，来跳，跟着。哎，抓到，抓到。来试高度，再试啊，再试，哦，还在试，再试这个高度，很高哎。你有摸到吗？没有摸到。摸到有什么好开心的？不是，我说摸到之后，你如果抓紧就上去就对了。对。他来讲摸到已经很开心了。对对对，我慢慢练嘛，慢慢练，慢慢练。那这个上去呢，引体向上之后要吃棉花糖，把五个都吃到。对。可能有人吃到第三个就发抖，第四个可能吃不到，可能第二个吃不到。没有。看比赛谁吃的多。没错。对。这个强项应该是郭忠佑嘛。郭忠佑来示范。洪伟杰也是厉害。厉害厉害，那么年轻人都。需要示范吗？你要示范还要示范吗？吃一颗就好吃，你也帮你也抓不到，你应该抓不到啊！我抓不到。嗯。今天在公园拉的。引体向上是非常好的。哎，他都抖成，他都抖成这样子，怎么玩啊？下下下来。你怎么抖成这样啊？嘴巴不灵活，嘴巴不灵活，很久没有用。他还要克服那个风向啊。对啊，他会摇摆，所以有他的难度啊。对，难度是。有没有参赛者啊？有参赛者。给现场的一些机会嘛。这里写的这 Chinese Taipei 耶，这哪这哪里买的？这个是在运动用笔店买的。运动哦，有。因为通常穿这个，通常就是国手啦，有没有代表我们中华队的？是，你是跟哪个国手要的？啊，我自己就是一个奥运国手。什么？你竞猜公共？哎，竞猜公共？奥运国手？大名是大名。对啊，这叫什么？这个是我的那个选手证，奥运参赛的选手证。啊，对对对。2016奥运呢？这个简单，这过期的拿来剪一剪，换照片就可以了。对呀，我是 P 上去的。你也在参加里约奥运是当什么国手？射箭国手。射箭国手。射箭这是单杠哎，我以为你体操的。射箭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也要训练到我们的那个臂力。臂力哦。射箭的力量力道才会准嘛。对对对，哎，这名字 Howenko。浩文高，浩文高，高浩文，高浩文射箭国手哦。哎呦，那你现在准备在储训吗？还是培训？还在努力训练当中。对，也是要选拔进2020东京奥运吗？对对对，还是已经选拔完了？还没选拔，还没选拔。你要参加吗？明年选拔。那这样我们不要派太强的哦，派童伟杰就好。哎，童伟啊 ，PK 两个 PK 的。哎，奥运选手哦。哎，你好，对对，手臂也是很强。而且奥运选手，我们让奥运选手后面好了，你先来好了。我先来。好，对对，因为选手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自动输送带哦，你看到没有？输送带，吃完一个，它输送过去吗？好像吃寿司一样。这个完全是按照2020年东京奥运啊，哎呦，设计的。来一杯啊，一杯。高规格耶，不要开玩笑哦，比秒数哦。来了，比秒数的，哦，上去了。好，再高再高。对，你不要动啊！他会过来，他会过来，他会过来。不要动啊！这样也可以了，还要下去哎！不行不行，还要下去，你要下去，过道坎。好，上来，又上来，还有第三下桥。哎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重心非常轻，那还是得这样子勾着嘞。你看那个嘴巴，
哎，不要说上吊单杠了，你拿楼梯给我这样吃都要花时间了。太难了，还要撑在上面。但是每吃完一个就要下去，头再上来。对对，都有，对对。有标准吗？有标准，标准。哎，我想问他最难的是不是棉花糖？你要细咬吗？对，主要就是它会飞来飞去的，因为有风啊。那如果用吸的呢？我刚才想吸啊。没有，它不好吸。风力太大，你吸力比风力大。而且它还有风量。对。所以不是我嘴巴的问题。你不可能练得像吸尘器一样。来，该你了。这个高同学，哎，他几秒？你几秒？高同学几秒？40秒36。吃完一个头要下来再上去哦。好，来一杯。好，一杯。来，好，各位我们的射箭选手，哦，引起向上超越了。哎，我的哎，这位射箭选手真的很。放到最低，哇！不要放弃哦，你会赢的哦。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慢慢的在做这些动作，真的很累，这个真的很累。射箭的稳定度，加油！秒数进，你要快一点，你是最秒没有赢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加油加油！扣住，秒到你的门口。运气不好，风来了。好累哦。脸色也发白啦，真的，他晒那么黑，很明显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他几秒？几秒？39秒1，39秒1赢了，就赢了那么一秒，哎，对呀，他其实蛮快的，他只是上下慢，他上下很规律啊，很精彩啊，来，先颁奖，平常训练有这么累吗？体能的话，一定都这么累，对对对，3000块奖金。当上奥运国手，体能果然都是不简单的。不过我们童维杰也是体能不是普通的好啊，这样的肌耐力大考验，不晓得现场除了维杰跟奥运国手，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挑战呢？你要出去干嘛？女生有没有？你阿贝啊，阿贝公没来呢。阿贝，你贵贵？五十八，跟我差不多。你叫人家阿贝。大哥，你没礼貌。大哥，我是叫瓜哥，还是叫阿贝？你行准人好，那行啊。你是当事人，做事人，做什么事？做餐。你是想要来这，甲这个世界哈罗还是哪？表演。你们表演，你不要来表演，你甲讲。要吃迄啊？要吃单杠啊？袂要紧。吃单杠。我没看。阿廖那边。无咧吵架，刚刚是食单杠好啦。我贵耶，无啦，吊单杠啦，食单杠。你五个棉花糖，你有法度食掉呀？简单的代志，但是你要秒数啊，几秒？拄只是上低39秒。39秒，你讲我都40秒安尼食掉。有啦，简单哦。比他一直跟你一样，有相同的个性的。不是，你不很厚道。不是啊，我是没办法，他真的可能有办法。五粒安尼食50秒好啦，50秒，50秒以来，40秒，好啦，你要挑战40秒，好啦，我认为他40秒对他来比较累啦，所以放宽给50秒以内，五十秒，我们给3000啦，好啊，啊，50秒3000块嘛，50秒，还假掉啊哈，来请就来，阿斌给跪下，谢同学，来，好，谢大哥，谢同学，来一杯，能做的了哦，你唔免叮当哦，一个一刷哈，一杯，50秒哦，好，来开始哦，这位谢大哥先引体上来，就趴在上面哦，我们组委不看他了，下来刷个大位置哦，往上还是，没有完成哦，要40秒一个总结哦，好，十几秒，不好，就是我们知道，哎，前面两位年轻人都一样。来，要不要看成绩？看啊！你认为几秒？四十
40秒吧。四十秒上下，他可能猜41、42了，来几秒？38秒。你刚刚在跳一秒，请这样搞一下。你平常有在做这种运动吗？他一定有做啊，不然他怎么敢？那你有没有在上健身教练的课？没有了，一个月再做一次。没有了，简单啦，我们都天五忙的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在做，对呀。那你有没有在跑步机上跑1个小时每天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了。我那个平常都是跑步到台北啦，再跑回来了。颁奖了，颁奖了。阿彪，你要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哇塞！我两千，一千。对啊，杀千空了，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大哥，你真的是照鬼的有理啊！这样的年纪，这样的速度，果然是金匠厉害啊！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刚刚玩游戏的奥运射箭国手高浩文。2016年代表台湾参加巴西里约奥运射箭比赛，青少年比赛时期创下台湾健坛上最年轻夺牌纪录。今天一定要见识一下射箭绝技啊！浩文，请问你比赛现在这个距离，因为场地关系嘛，这样大概30公尺吧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不到啦，就是10几而已吧，10几而已。你比赛都70公尺最远啊？对。你比赛过短，最短是几公尺？最短是30公尺，差不多啦。这个我们当做30公尺来用。哦。今天有风啊，而且这个地是凹凸不平的哦，会不会影响？会，就是要重新的抓那个瞄点。所以你要先试几支箭，对不对？对，试个一支都就一支就可以了。对。那现在来试试，这个距离大概13公尺。13公尺。那因为没有办法场地弄那么拉，我13公尺也射过吗？练习的。嗯，没射过。练习近比较难射还是？就是近的话，就要考验到那个稳定度了。稳定度。稍微就是你稍微动一下，你的准心就跑掉。哇哇！而且娘娘呢？今天啊，这还有风了，你看到吗？有，还蛮大的。哦，我们那边吹耶，逆向。所以这个风把在那边。你先设一个逆风哦，逆风哦，来吗？哦，准备了哦。高浩文呐，来，请开始哦。来喽，13公尺哦。短短的距离，先测一支，测一支，测一支，正中，爽。对，再来一支。哎，你现在调什么？现在调什么？现在调瞄准器，因为刚刚那一支有一点点在正中心的下方，偏低了一点。对，偏低。瞬间再射一支。对，我要再调整。调整，来，不要紧。好可爱哟！看我都觉得有点模糊。对，我们要相信他了。高浩文是叫他代表国家去参加射箭嘛？更准了，更准了，你看啊，往上跑一点呢。刚刚第一支箭是，也是10分呐，但是它更接近靶心了。第一支是这里嘛，它调也是它调完之后就射这里了。所以你看，各位要相信他的这个射箭的高手。请问一下，您是从您会射箭是？我刚刚没讲，你原住民吗？对。小时候环境不是很好吧？对啊，小时候因为爸爸他。以前就是那种工地的工人，对，然后就是这一个工程结束完之后，就换下一个，对，要去找下一个工程。那妈妈的话，她是家管，她每次就会去山上采山苏啊，做一些那个，就环境确实辛苦。所以你去当国手，妈妈应该很开心啊。妈妈也是很辛苦啦，因为之前还没当国手之前。是一些耗材，像我们这个箭袋啊，就要自己怎么办？都是要自己买，自己采购这样。哦，在就是，而且这个一个都不便宜，这样。对。可是你如果获得奖牌，国家会补助奖金吗？会。你有得过奖牌吗？有四青，那个叫做四青大赛啊。对，四青。那刺青，世界的青年啊。你的射箭跟招一刺青，我听说你还参加射过刺青大赛，他有第二项专长啊，我不晓得的，是世界的青少年射箭锦标赛，那时候国家有奖金吗？那时候是好像是没有哦。那这一路走来的奖金，你没有奖金，你钱怎么办？国内的比赛像大专杯跟那个全国运动会是，对，努力学习哦。所以我们今天给他们赚奖金。我特别想呢，刚刚我路边看到有人在拜那个哈密瓜拿来，啊，来来对对对，哇，我特别叫制作单把它粘起来了。啊，我们待会我们就看到这个安全帽就知道不妙了。我们待会就带着大概这个距离。瓜哥带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我们要抽签了。抽签？什么东西？我们人带。我们不是有那时钟剑吗？
通常抽那个都是送奖金，但是抽到8800呢。对啊，时钟剑我们有九个人嘛，我连我在里面都要抽。你也抽？抽到红心的那个人呢、啊，就要坐到这边蒙眼，他在射这个，距离他是会更近了、啊，没有那么远了。啊？刚刚是那个13公尺，我们再拉到8公尺左右，这个、啊。不是，啊，这不是远近的问题嘛？是剑嘞，那是剑啦，哎，射箭嘞，哦，没有没有。哎，箭！哎，你算算几步？刚刚那个箭是在那边，你算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才8步，你还，哎，用手丢都丢准了，还射？是箭的问题，不是距离。哎，哪一节偏差的还起来嘞？左手8公尺还会偏差，你起来开笑啊？速度很快，不要。我这很恐怖哎，他没有射过人哎。对啊，你有那个，你有曾经有人在那边然后练习射？不是、啊，这样带着射会射不准。不可能啊，他国手哎！哎呦，那你这就要有风啊！对啊，一点都不这样这样抓着啊！你去就好。对啊，既然你都带了，不然你就会啊！回来帮光扣下来。你们这就没有参与嘛？你以前有练这样练习过吗？以前没有这样射过。没有这样射过，没有射过才好，射过那么稀奇的、啊。所以没那就不一样呗。我跟你讲，你待会不要证明你背对就好了嘛。不是。对我问你，那个箭射的都穿得过去吗？射射可以哦，应该是穿得过。那不就不用戴安全帽了吗？你们都没有那么参与的野心，哎，真是来来来，抽箭抽箭，我们有9个人9支箭啊，我也要抽。那我先抽，你会说我知道哪一把箭，所以我先抽，不行，我的命留给你们啦、啊，我是主持人，你们自己抽。哎，那谁先来？苏彦佩啊。对不对？也许他抽第一次就要解决问题了。好，那你先把它抽出来吧。你先抽啊，就第一个不会那么快了。红的，红的。你要对着镜头，你要对着镜头。一二。红的。一句公道话，真的假的？他第一个耶，来，我讲公道话。会通告钱给你。来，先别，不要怕，我帮你讲公道话。这么多把剑，这么多艺人，他第一个就找你，他已经设计你，全部都红的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。你每一只都把它拔出来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慢慢抽啊。我是那种人啊。哎，对啊，你这，九只，你第一次就抽中了。那节目从来没有过这样。没有这样，没有第一次抽箭从来没有过。哎，那不你不做谁做？就是你。来帽子，那戴帽子，来，戴帽子，给他戴上，快点。就他了。啊，你要发了，你要发了。背对他，不要紧张，背对，很快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你要他是国手，你要相信。而且他刚射到眼，先不射，你先去做。你要戴眼罩或耳塞。燕佩，这个抽宝剑我们抽了好多次，从来没有第一把就抽到的，真的是连我都觉得是瓜哥要整你，但没想到竟然是真的，这能说是太好运吗？那请问一下哈，我们要给这个国手几次机会来射？就一次啊，有没有中没就一次啊？哦，就一次啊，你头不要动哦。来，哇塞，真的来了哦！你关键是头不要动哦，我信任你国手，我们也不会跟他开玩笑。射得中啊？我问你来了。啊！你不一定射得中啊！什么？讲出来！你不要讲，小声一点。别动！没事。没有。认真哦，好不好？宝贝，你当成你现在在奥运比赛哦。啊！我不要，谁想要？好了，好，预备。小心啊！不动哦，预备，不能动哦。预备。不要动哦。真的不能动。你射高一点，没关系。燕佩，真是不好意思吓到你啦，但是保证你一定会很安全的。你射高一点没关系。哇哇哇哇！哦，射中嘞！射中完全命中哎！射到嘞！射到！我结束了吗？结束！你好勇敢！成功了，成功！射手完全命中！完全命中！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好怕！你感觉这个那一刹那是什么？很有力，当然有力，他拉满把的时候当然有力啊，而且不会张晃哎，他因为你没有动啊，他瞬间的，瞬，对，你好厉害哦，是全身僵硬，对，你有憋气吗？有，一直憋着，我都不敢动哎。我们可以用那个一个架子把苹果放这里吗？
你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你到那个后面那个13公尺射。苹果 OK， 苹果 OK， 来，哎呦，现在把它碾成苹果了，哇塞！刚刚射你的不是真的箭嘛？它是一个在玩游戏的时候那种箭，对不对？这个对，这个生存游戏很害怕哎。对，因为我怕你歇斯底里疯掉了，可是前面真的很紧张。不会，我就认了。你现在应该认了。很不错，对不对？现在射苹果来，好，来也是13公尺哦，一般比赛是70的哈。好，整个距离缩小了，就是这颗苹果。好，目标缩小。哇！哇！哇！完全命中，中！完全命中，中！完全命中哎！正中心哎！正中，这位选手，正中心哎！正中心哎！所以你看，燕片，你刚刚哈密瓜这么大，你还怕什么？刚刚应该用这把剑来射，真的吗？要再抽一次吗？真的很精彩。我讲这个东西射准了，应该大家都有这水准了。接下来我再测试一样，在国外看来的啊，这个很难。这关如果过了，真的要给他奖金。真的吗？那个中间的过程会影响你的准度的。我到现场已经成色好了，是吗？来考验他的射定的定力。哦，来，我们到。好。接下来你看，我所成色的这水球有十几个。怎么摆那么多水球干嘛？你看水球后面是靶。对哦，对，所以你在那边射的时候，你根本看不到靶心，对，跨国，而且要用预测的这个，所以你瞄准的时候，你要通过，你们有这种训练吗？没有这个训练，对，你哪会把目标遮起来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气球跟水会对射出去的箭造成阻力，所以我给你一个奖励，就是说这个箭射出去10个气球都破之后，射中靶心，如果射中10分的话，我们就给10000块。不是黄色，是红色，还有奖金吗？有，其他的5000啊，4000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黑色到黑色，还有奖金？黑色的话呢，就黑色就请他以后不要再参赛。黑色的话就不要参赛。你自己要预测一下，这球都动得很厉害哦。对，这样完全看不到。差不多12个水球哦，这个会改变你的方向啊。选手本身注意力很集中，这是国外有做过测试的，因为真的会改变。难哦。对，但是这把箭都射过去，因为我们都没装满水啊。嗯。如果装满水，你根本不用射了。对啊，我们气球只装1/3的水，你看，每个只有1/3水啊。它直接射水会改变轨道，但是有水重量这样射，等于代表它的力量要很强。通过12个什么？15颗啊，15颗皮球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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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然后射中靶心。你看，我们高速摄像机把它拍出来会很漂亮。嗯。子弹是绝对有办法，弓箭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刚刚表达什么？刚这个就像我们气球每破一颗的话，因为气球有那个空气压力，然后每次一爆一颗空气压力就会让箭改变方向，改变方向。对，所以这样子如果中到黄圈，我觉得还很蛮困难的啦。所以您的意思说10000块还不够？没有。他先讲这个难度，讲在前面。我知道我已经解释很难，所以我们给10000块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来，请麻烦你，来，请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喽，来，准备喽。这个我们要多次机会也难，还是水球的关系啊，破了就破了，因为来现场给他鼓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哇，这太不容易了，还要突破这15颗的水球，而且还看不到靶心哎，完全看不到，凭感觉。他从外面稍微先瞄了一眼之后，就要回到正中间。到底这个时候在看哪里？这箭究竟能不能成功射穿15颗水球呢？你平常怎么练习抗压？抗压是，就
是多比赛，那个是经验的累积。但是要压力才会让他们成长。是是是。今天很高兴您完成这个任务。一万块奖金你讲的哦，你讲。对对对对，没有，我们青芳的林口农会总干事啊。啊，理事长，理事长。啊，理事长，你首先你好，你好。来来来，理事长，再下下下。王理事长，王理事长。哎，你哦，请把这块就这酸球这厉害对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够准的啦哦。对对对，我今天就是挂钢不来加嘛。哦。来的正是时候来，你那不用，没转岗来哈。你既然转岗来，吃咁多，来跑我先拍下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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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因为恁都有答应啊，要开一万块而已啊。好了，好了，五十五十就，无我报完去。哇，哎呀，报起报。五十，五十。慢动作，慢动作。哎呦，算一下，算一下。你没出钱啦，你没出钱，我提一千啦。哎呦，不，我来，我个收回来，我个收啊，我个收，不是我贴起来的，没吗？哦，好好。来，阿妹，请这个秘书长来好意，好。来颁奖，颁奖。你好，真的很棒，很厉害。好好努力，不要让妈妈失望，因为妈妈对你期望，家里都靠你的嘛。要继续努力，当那个得到好的成绩，能拿到国光奖章啊、奖金啊，对对，那才是体坛的事。还有那个农产品，对，我早上五点就去，各回来。还有，这个太晚割会苦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对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太晚割，早上割，哎。因为放到这要中午吃哦，好几百。对啊，我意思用孙的你袂使太晚去割会苦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能放太久了。哦，这浓寿茶是阮拿靠的名产。哦，浓寿茶。啊，孙啊，安那挂在靠。孙啊是出天出伤多在靠，无安那挂拢袂靠。出钱是什么意思？在出天哦。不是啊，他长到上面来啊。对，是太晚，所以不能太晚去割啊。不是，他。你说的，你说的，你说的，我讲，到底是怎么？你话虽然拢老掉一斤嘛，不一定啊。好吃啊，虽然这么屌丝啊，那是不重要，那茶又好喝啊，好喝啊。这个上联和雄心的嘛。哎呦，谢谢理事长啊，真的啊，都上了点。你哪看过什么农产品？番薯条啊，地瓜叶，黄瓜，黄瓜，西瓜，西瓜。啊，还有我们那个有机蔬菜，嗯，什么都包含很多。有啊，现在台湾挂还扣呗，没扣。谢谢，坚持，就坚持，谢谢啊，谢谢李市长哦，谢谢李市长，谢谢啦。你很坚持，我不知道以前听到哪个长辈讲说，趁露水就要。以前我们去采笋子的时候，的确有人这样讲过。你超过那个时间太晚，太晚，因为它会发那个芽。对啊，就发那绿芽。来来，谢谢啦，谢谢我们康浩文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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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严俊光，严俊泰，泰鲁哥，泰鲁哥组。继续加油了哈！我们2020年啊，在东京的奥运，如果真的有进去代表国手，我们为你喝彩。希望你可以站上殿堂哦！谢谢你，谢谢宋幸福。好嘞，今天真的是我们综艺大集合的荣幸，能邀请到国际级的射箭选手来表演。希望下次是在奥运转播看到他为国争光的画面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玩《我是美猴王》，我们让可爱的小朋友先来自我挑战一下。我是美猴王，暑假已经快要结束了啊！抓住那个最后一班车，来来，这个都是女生的版本了哈。对对，玩的好玩。对，我们要给小朋友鼓励，就是说过关啦，踩到彩球基本上就1000块了。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嘛，只要过关就1000块，然后再评那个最优秀的冠军，最快的再加3000块。哇！对，抓住暑假的尾巴啊！所以欢迎小朋友。好啦。你是小朋友吗？不是小朋友，还说是。那您今天是？我今天是来画虾的。画啊，画虾。对对对对，我今天是来画虾的。画虾。是画虾吗？来来来，这虾米？这虾米？这个黄玉豪。黄玉豪，这个是我们家小朋友。哪？谁是黄玉豪？哎，他现在还在徒步当中。啊。对，他已经走他一步一脚印的认识台湾，所以他现在环岛徒步环岛，所以他现在已经走了35天。哦，在这里画虾一下。你卫星定位一下，现在人在哪里啊？现在应该已经走到花莲过来宜兰。哦，等他走完台湾之后，下次请他上节目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啊，当然好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是个小插曲打扰了你们啊。你有没有想环岛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想用什么交通工具？用徒步的、脚踏车，
脚踏车，脚踏车环岛。你几岁？13。13岁，大名叫曾。曾仲强。曾仲强。曾，大名叫曾撞墙。真的撞墙啊，撞墙。他叫曾撞墙。曾撞墙。曾仲强。啊，曾仲强啊，撞墙了，不是撞墙了。撞墙。撞撞的哈，那大名。黄行瑞。黄行瑞，你国小？我国中。也是国一，一样的吗？有想环岛吗？一点。用什么方式？一样脚踏车。也是都脚踏车。哎，那你就救一楼啊？没啊？对啊，不是今天才认识啊？妈啊，对。今天认识，那对啊，有想要就一起去嘛。你一定要不一样哦。大名啊？竹祥家。竹祥家。嗯。那你想环岛吗？有点想。不想。不想。终于不一样了。不是每个人都一样。但你们，你梦想是什么？就以后稳定的生活就好。稳定。哦。只求安定。为什么只求稳定？一定是你看到什么？有时候太过富裕也是不好。那你怎么突然讲说太过富裕不好？因为很多人生的乐趣就是太过富裕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追求，然后一下就得到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想法蛮成熟。你几岁啊？14岁。14岁就这种想法。你当你什么都有，你就不想努力了。对啊，所以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现在只有家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是看到什么事情激发你这个想法？没有，从小就觉得说，就是努力自己做来的事情，感觉就是比较有成就感。漂亮，成就感这三个字，好成熟的话。希望你家小孩都有听到这件事情。你家小孩都没有成就感哟。不是啊，都靠自己努力。哦，所以他们现在都靠你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也没有，不是，我说没有，就要自己努力。要自己努力。你家小孩以后也会靠你啊，要注意一下。没有，我都叫他自己努力。对，这么小，你胡说八道，都才3岁5岁了。没有啦，我都叫他们要自己存钱。对，你觉得爸爸妈妈有钱好吗？还是没钱比较好？没钱，没钱比较好。你呢？有钱比较好，有钱比较好。你的每个想法不同，不一样啊。对，有钱是为什么比较好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总是不想穷嘛，对不对？对哦，哎，今天很难得跟青少年聊这么开心的。真的耶，哇塞！今天才来参加这个，那这个奖金要高一点了。哦，因为透过这句话。对呀，他们今天是来赚奖金的。你刚刚说只要拿到就1000块，这个不会变的嘛？那不会变。冠军的5000块好了。变5000。努力了，对，靠自己的努力拿。你说让我欣赏啊，能够这懂得自己的劳力赚钱啊，为了你自己赚钱去买东西，那是很甜蜜的。嗯，来加油了哈，就这三个加上我们，我们是派谁呢？来，这是女明长都在摄影棚拍的，哦，拍的摄影棚，明长大时代的解决，也是靠自己努力。对，14岁出道。你给我们看到听的年轻朋友，有啊，他们说我不希望家里有钱，我要努力。而且我就是14岁出道的，然后他是这个年纪出道的，所以他就靠自己努力的，就二话不说都努力到今天这个程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觉得很甜蜜？真的很甜蜜，甜蜜的小小负担。对，而且你会学到经验嘛？对，都很多，别人抢不走的。那你是靠谁呢？我13岁就开始打工了。打工了。啊，在哪里？洗碗。洗碗。从洗碗开始。哦，也是家里比较稍微经济。嗯，对，不允许一点。对对对，比较。奋斗到现在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学到很多，人生真的非常开心，很踏实，而且非常满满的爱。对。你这个过程对你拍戏是有影响的，对不对？有。经验。你就靠家里。不，我靠我自己。是吗？嗯，我靠我自己努力。人家13岁洗碗，你13岁做什么？我16岁出道。啊，出道啊！对，靠自己。你打过工吗？有打过眼科啊，火锅店啊都有。就眼科哎，你不讲我们都不知道的。他很辛苦哎，他很辛苦哎。我12岁就在木栅动物园的领长任，也打工。靠自己哎，我累积经验哎。那你呢？我10几岁就出来打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还真靠谁吗？没办法靠谁啊？他还真的靠自己，因为瓜哥家里以前是很穷的，很穷的。你们一样啊，过关就1000块了哈。来，你们先来好了。来，最年纪最小的来，要加油努力撑哦，预备，加油！来，速度啊！好，比赛开始喽！是17岁小朋友，速度很快。好，每个环都抓到，抓到，好，一个环，但比较远一点点哦。
靠自己哦，他是希望家里有钱哦。对，他是希望有钱的，但是他很努力哦。讲归讲，他有没有放弃哦？嗯，刚刚你看，你有想要放弃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一直让你撑？我觉得你这样很费力的时候，总觉得你快要掉下来。你是什么样的能量让你撑住的？心里想什么？1000块？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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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0块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别人成绩怎么样，但你过关就是有机会5000，但基本上1000块是有。哎，对，你很努力啊，以后做事情就要像这样，好不好？永不放弃，加油！来，给他鼓励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七秒，七秒成绩，33秒79，很厉害，还有机会了。看其他同学表现，来一位，第二位，加油啊，同学，加油！好，这位国二的同学，我们来看看他没有戴手套，他来我们的花式门后，迅速往前。你看他爬，你是不是心都凉了？对呀，没关系，你还有1000块啊。那个环没抓到哈。对，知道。而且他手打麻花哎。对，打结。对，哎，你瘦瘦的、干干的，这么有体力，常常爬吗？那你为什么有这么有力量？我练羽球。啊，练羽球，厉害！你让这个学弟啊，心都凉了。难堪了，刚练脸呢。对啊。他33秒，你估你几秒？25，25秒，没有，没那么久，没那么久，没那么久，请公布，没那么久，20，14秒19，哇，太猛了啦！这个项目带资源就活多33秒的，很棒哎，对啊，是很厉害。羽球还会继续打吗？会，会，好，加油啦！接着第三位，你要靠自己，靠自己，预备，加油，好，这位同学，你如果有压力呢，他的前面就只有13秒的速度。小看，有看无咱小看，你看咱小，脚不要踩，脚不要踩，小咱踩一点，有看无咱，好了，过来了，注意专注，还有小妹你好，帅哦，帅气吗？帅气耶，暴怒哥丢地上没哦，哇，帅耶哦，他14秒。对，嗯，他可能超过18之类的，16、17的，嗯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你是输在哪个环节？中间那个。如果重新让你来一次，你会速度更快吗？应该吧。应该。应该哦。但是比赛就是比赛了哈，来我们看几秒。16秒91。哦。朱同学啊，也让他学习一下啦，比赛就是一次性的啊，这是你暂时领先的啊。哎呦，这边领先就领先了，这里赢啊，5000块入袋了嘞。女生只是因为还有些长度要撑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请这位，为了给女生鼓励一下了哈，不要说哎，我们那个最厉害是几秒？14秒，14秒，我们不要说14秒，30秒以内的呢，我个人都是5000块。30秒哎，30秒以内的，对呀，怎么可能？啊，还是有点赢，想清楚哦。有可能啊，有啊，那这样给20秒好了。啊，太多了，你们自己争取，你们自己。20秒，5000块。35，我没有看你们拉过。讲好讲好，几秒多少钱？几秒多少？哎，20秒多少？5000啊。20秒5000。20，哎有25吗？30秒10000嘛。啊，不。20秒5000，来一杯，20秒5000，来一杯，二十秒五千，毛高领啊！来爬爬爬，快点快点爬，快点快点快点，5000，进来啦！有，可以啊，有，抓上去，10秒去掉了，抓上去不要放弃，抓上去不要放弃，那个地方，有，很你的很快，平常不是这样的。真的撑不到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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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妹妹，不要生气，来，小妹妹，我们刚刚叫小朋友一句。你刚刚真的是心里想的那5000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缺5000。当然了，前面很算顺的哦。是啊，我算大方的，说30秒，你看看。难得有，啊，又改了，又改了。可以啊，你现在可以改30秒。应该完成不了吧？你看他都多累，他里面最赚就他了。可是刚
王彤更不可能。好可惜哦。最难是在那关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一关，然后要拉最后一个。就是近在咫尺又抓不到。对。30秒你就有5000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弟弟，姐姐很用心哦，要给姐姐什么话鼓励？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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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是加油啊！有讲的也没讲。第二位，我等一下，我想试问一下，刚刚差不多几秒？真的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我们能跳个20秒啊！那我说真的，王彤，我可以宽他5秒，25秒。不能踩软垫哦。好。那个像刚刚那个垫背有点偷踢啊。预备，25秒。加油！好，王彤来了，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机会25秒。来哦，一伟，慢下来呢，一环接一环呢。说他不行嘛，是，但是有努力的。啊，最难的是跨这个，要宽嘛，要给姐姐什么鼓励？不要再说加油了。下次可以更快。下次可以更快。一样，下次可以更快。你就抄他的。对啊，你说平常怎么样？平常怎么样？叫他平常怎样？多练习。多练习。多练习嘛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可以注意，说注意。那个注意，我现在想一下，因为还有第三个，对，好像可以。来，最后一位了。最后一位，你们好，几秒？20，他听说最厉害的。没有啦。20秒，他20秒，你来一遍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预备，20秒，预备。哎，来了，张建伟有没有是最快的？有没有？哎，他的第三环就可以转圈圈了。啊，你可以了了啊。啊，你完成也了不起啦。起码你是女艺人。鼓励啊，安慰啊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听一个脚一收，脚往前甩，肚子一收，快点出去。哎，你，好了，那样，来，姐姐，来，什么话对？请问什么话说？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哪点厉害？你会讲到哪里？撑很久，撑很久，撑很久，也会讲。撑很久，很厉害，6个字。意志力很好，意志力好。有，不错。第三个压力大，下次还有机会。下次还有机会哦。女生没有人过关，没有过关了，但是很认真呐，表示他们把时间都贡献在拍《大时代》，是都在摄影棚，很少有全力。你只要一拍戏都没时间健身了。不要颁奖了，来来，我们一人1000块来。一人1000，这边是3000。好，1人1000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过关了。1000，1000。笑脸金啊呢，表现了袂歹，吃认真哈。你第一名是5000块啦哈。是啦。嗯，5000。啊，你摕4000，啊，摕5000嘛，4000哦。好了，你摕4000。哦，好。4000。我来接1000啊。啊，谢谢，还有1000。你要颁奖给他。啊，等下你个颁奖，我这第一名，你个颁落嘿。谢谢。谢谢，你请坐，姐姐，你请坐，姐姐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要滚姐，要滚姐。对。哎，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小礼物要送给他们吗？哎，有那个，听说这个理事长有东西，总干事有东西要送给大家。沙琪玛哈，哎呦，平安沙琪玛，是经过我们观世音菩萨加持过的啊。那我们今天有幸的这个香客呢，能够吃到拿到，嗯，好，回去以后保平安。好，另外还有我们林口的名产绿豆泡啊，哎，不是绿豆泡，那种是叫林口那个加露兰那个高压膏，就绿豆嘛，对，也是类似的那种不错的，啊，这个都有加持过啊。那回去以后大家吃过了以后都保平安，谢谢啊，这边上好认同今天了。
总干事啊，。我现在刚大学毕业，刚大学毕业，现在找工作吗？还当兵？有在工作，准备等当兵。你呢？我是爸爸，我来赚奶粉钱。哦，你是爸爸啦？对，是个小孩的爸爸，一个小孩，一个小孩。你今年几岁？26。26，你平常怎么练健身？就抱小孩练。抱小孩，有在做事吗？就是在健身房工作。哦，现在不练健身。对，哎，这个才比较像健身房。你现在抱小孩吗？这看表演啊，我的职业是街头艺人。对吗？表演。街头艺人表演特技、舞蹈、杂技跟一些戏剧的杂技，那这个应该可以过啦。没有，三位都有机会过哦。对，可以给到就好。男生版本三个都很厉害嘛，有健身房的，有在等当兵的，有一个是街头艺人，街头艺人。那个童伟杰好像跟你们，他也杂技的，是我学长哦，学长，他电子科的学长。对，啊，不是杂技科啊，不是电子科。哦，来握手，来，人家握手。学长好，你站过去吗？你第四号嘛？你是第四号吗？可以跟学弟比，是我的荣幸。跟他比 OK 吗？学长要承让啊，跟他比你可以吗？OK 啊，那通过已经可以啊。OK， 没关系，尽努力。今天三个都不是等闲之辈，还有个钱军。钱军都要拼个奖金啊！钱军都可以啊，有没有？可以啊，你如果30秒是有5000的那一种的，手脚可以并用吗？可以。脚不行啊，可以抓啊。星星不是很厉害吗？他爸爸就过去了啊，没关系，想参加参加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就5位了哈。好，那你先来了，因为第一个就摔下来了嘛。对啊，那你赶快摔一摔吧。请就位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我们让你可以试试，前军中本来不能跳嘛，但是我们增加一点电影。对啊，别人不行。我身高差太多了。对嘛？哎，你这种可以吗？还是你要更高的那种？可以了，你要刚刚那种。够了啊！预备。12岁就在木栅动物园打工。前进送哎，来上，前进送，自我挑战的啦。对了啦，爬位。这样子。破位可以手脚并。你这样更难爬。这边了。你这样更难爬。这边了。然后我干嘛？前运动，你还在原点呢，已经过30秒，你还在原点。你到底玩多久啦？不是啊，我让连动都不能动。没关系，我让他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是蛮难的。你看，这蛮难，一根比一根高，第一根就这么高了，看到后面，每一根都往上的45度，的确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呢，四个人比赛，冠军有6000呢。当然没有达标就不行了啊，不能比烂了。来，你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吧。这个就撤掉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6000到第一名了，因为好，好，比赛开始了。这位同学努力的往上爬。好，目前是目前他的体力看起来还算不错，在富商这个保险公司上班了啊。马上要去当兵了。好，不急不徐的二阶三的感觉。真的。小心啊！你要撞啊撞，不要把那彩球给撞歪了。抓起来，抓起来！有，要达标了。哎，还好没掉下来，掉下来尴尬。5秒了，第一次没抓到，要等第二次，已经停了5秒了。怎么等？没，因为要等摆档，没办法。要不然他没办法，他我可能会摔下来的。你没抓到摔下来，他没抓到，没有掉下去就没办法。对，他算有成绩啊，几秒？31秒4。3141啊哈，来第二位，请丁少宇预备。刚刚是31秒4。3141啊，预备。好，第二位年轻爸爸来了，再来一个。这个爸爸体力充沛啊！哎，我相信你很快就3胎4胎了啦。嗯，对，准备了。你准备生几个小孩？4个。目前是准备2个。2个，你现在有1个了吗？现在有1个。现在怀孕了？还没。还没。对，之后。哎，所以我们要看你的秒数，应该是20秒以内哦。
应该20秒。几秒？11秒88。哇！会不会太欺负你们？不会，怎么会？太欺负你们！童伟杰不能小看。以前童伟杰出来，人家说我们艺人在欺负别人，像看艺人被人家欺负多爽。他上去六秒。谁？可是没有，我觉得这次比较有挑战性，因为比较高低差。他有六秒多过。上次有这个电池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不要一直把他讲好成绩，我觉得他赢不了的啦。对，他怎么赢过他，我不知道啦。你们俩谁比较强？等一下，大家跟我唱。好，来，请上，预备。不能有二次机会，比赛人家这个尊重嘛。对啊，他也要想要效法那个年轻爸爸，但是有很多人比赛就是没有按部就班，想超捷径。嗯，超捷径失败之后又再来一次的话，那大家都想超捷径，前面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成功了，谢谢。希望你能够体会这一点啊，不好意思。童伟杰，哎，你同学。学弟急呀，急呀，不行，年轻人不要这么急。对，你也不那么急哦。好，对不对？对，稳稳来。好，来请，预备。好，面对了这一个11秒的速度，童伟杰有没有机会来打破？他们目前都两个爬的上面，稳稳是稳稳的，但速度感觉好像没有人家快哦。有错，厉害厉害。但这不低过11秒吗？这个有接近哦。你觉得呢？应该有哦，比你还低，对，比你还低，比你还低吗？你害怕？有点害怕。那你童伟杰愿不愿意跟他共分奖金？你说，你要不要分？当然希望要。所以就不用看成绩的嘛。不看成绩，你知道这规则吗？你知道这规则吗？看一下，好想说。你看就没有钱喽。对，你看了就。你现在是第一名，目前第一名嘛。你如果看了，他。因为你是第一名，可是你又觉得他赢你，所以我就，因为我们是艺人嘛，就把6000块，一人3000，3000分一分，你还有3000块。嗯。可是你如果要看他成绩，就是硬要跟他拼，万一他9秒多，你11秒，你一毛也没有，一毛都没有。你思考一下，想一下，要你要3000还是6000还是没有？6000，好困难。要拼，拼，有可能。所以你表示说他还是会输你嘛？都有机会。嗯。这时候他有信心了。好，确定了哈，确定。我看你回去怎么跟老婆交代。来，请公布秒数。童伟杰，12秒，12秒10。年轻爸爸获胜嘞！哇！这表示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啊。好，所以最后冠军是你。我们先颁发那些小礼物。嗯。啊，就刚刚的平安的沙琪玛，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对，但先不要走，他说要表演一段嘛。送给你。你是街头艺人要表演啊？对，那我们先颁完奖，等一下再看表演，好不好？哎，当哎，啊，当哎，当哎，当哎，来，谢谢。哦，总干事来倒沙缸，觉得要胜我清澈。4、5、6，或者笑脸男，别起劲啦啦哦，哎，别古灵魂级啊。谢谢，笑脸爸爸，给他聚起来，聚起来。啊，干不起来，干不起来，干不起来。董事长，谢谢总干事，来，谢，来休息一下，董事长，谢谢。我们庙啊，有，应该啊。我们庙里是1837年的哈，1837年在那个福建安海龙山寺那里，温宁来到我们那个林口，所以大家。那么我们庙里呢，就是说，从明到有这个天灾的时候，我们也都会捐助一些，我们都有捐献的。哦，这个只是因为我们收的是。那个相克的香油钱是取之于社会，用之社会，贡献善款，谢谢了，谢谢，非常谢谢总干事啊，谢谢总干事，休息一下了哈。所以呢，他是强调这家公庙是属于大家的，大家来这边的信仰中心，他有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所有捐献他都会，所有的公益基金都是出自这里了。不管老人家各地方有什么灾难啦，急难救助都会。大家的好榜样是。那今天要表演什么？我要表演我的。B-boy 的融合以及特技表演，一个人表演。对，我是街头艺人小兵。好，小兵来来来，小兵好，来来看表演喽。童伟杰。来一首特技全身。
帅。这个光要平平的跳就很难了，所以他还要一次跳两个，两只脚进去，双环，对呀，脚双环。哦，那童伟，童伟杰，童伟杰跟他差很多嘛。我吗？没有。来呀！好，这还没进。哈哈哈哈哈！很厉害，我会做这个做这个。我会做效果。哎，越来越会了啊！65公斤，哎，你光这个啊，不要这样撑呐。你说人就地一定跳上去就很难吧？对。他会晃，他会晃。可是你不讲，人家怎么知道？人家觉得你好像是。可以轻轻碰一下他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你碰一下，他就倒了。就是真的是。对，你真的蛮厉害的，还是要给点奖金啊。要了，不要你那么精彩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一人1000、2000块奖金呢。来，谢谢，很精彩表演。谢谢小兵，好不好？小兵，冰棒的冰。对，大家有空可以找他去表演哈。好，小个短，这样。没啦，不小啦，一用这个算是物超所值。物超所值了，好，来来，继续送幸福，嗨。耶。今天的美猴王真是精彩，有想靠自己努力的小朋友，有为了赚奶粉钱的好爸爸，明视美丽三朵花王童嘉伟和燕佩，每个人都有努力打拼的故事，真是太感人了。今天来到这雄伟的竹林寺，庙内奉祀主神是18首观音，接下来的游戏跟主神观音可是有点关联的哦。看到这神龙，是的，今天一尾活龙再次重现江湖，一尾活龙，哎呦，好久没看到的游戏。为什么今天玩呢？因为呢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坐骑就是一尾活龙啊。哦，说得好。哎，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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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羽好，华哥好，你好，是是是。这今天大驾光临是为了看你。真的吗？是。哎呦，感动啊！还有看我们的大驾光临相亲呢，就要看相亲，跟我们共乐。那今天不晓得除了给我们鼓励之外，还带来什么样的实质上的鼓励？你有交代啊，希望乖。哎呦，叔叔阿姨一定要准备。大家拢拍拖啊，你看。一尾活龙可说是综艺大集合中的招牌单元，今天难得来到观音寺，当然要来重出江湖一下。一早我们便在现场举办初选，最后挑出4位高手参加，然后会在4强中挑出1位冠军，单挑我们综艺大集合最强魔王江振凯。没有超强实力可是没办法挑战魔王的哦。精彩的初赛即将开战，各位观众也要准备好看清楚今天最强的一尾活龙挑战赛哦。请为我留。哇，这要精彩开戏啊！这要双方的头绳啊，好，开波头绳，准备开始，虚虚实实的，不管又拔又放，绳子上面都放了九把刀，九把刀在没绳了，完全是一击，这双方是硬拉硬的，应该要放啊。已经歪成这样还不放了！来来来来，两位请下来。刚刚盟主在我耳边有说了一句话，他还晚放了2-3秒，你看看，那个人都已经歪成，还不是轻松一放，要体会绳子，不要看人啊。那绳子已经紧到这样子还不放，真的，我为什么一直教大家这样？是，不是建立我的敌人了吗？真奇怪的，恭喜你握手一下，你现在目前2强了哈，那你稍微休息一下。来，接下来3号、4号请就位。哎。观众已经取得冠军赛资格，这两位又是谁能胜出呢？好，比赛开始，这是第2场的一个比赛啊。健身房的教练对上我们的护身司机，双方又开始做一点虚虚实实的一个拉扯。好，右手边这位护身司机大哥，侧面一看，仿佛就像是太阳小虎一般。水嘛，一扣一健身教练都没我倒，哇，你也赢了的，握手一下，双方哈。哎，谢谢两位。谢谢谢谢两位。那接下来是你们俩谁赢了，谁就是4000块了。没错，还可以向上挑战，好不好？请就位。好，加油！一尾活龙冠军赛，两位技巧跟智慧都不负活龙之名，到底谁能夺冠？这是冠军赛喽。一尾活龙技巧赛，谁赢了谁就是世界冠军，甚至可以往上挑战魔王。哎，教练，他已经被往下拉走了。
放掉又落去的嘞。伊是无有算，伊若有算就救着你啊！伊无有算，一切拢命中注定啦。来握手一下，谢谢。这个绝对，这个绝对不是靠蛮力的游戏，这是有点智慧跟技巧的。来，先颁奖4000块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恭喜！哎呦，谢谢我们议员的赞助哦！放下放下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还有这个小礼物送给你的，小礼物沙琪玛，我的脚平安哈。还有后面两位，沙琪玛了，哎。好，谢谢两位。等一下，你们三个先休息一下了哈。超精彩的一尾活龙四强赛，最后胜出的高手即将挑战我们综艺大集合的大魔王江振凯。大魔王江振凯实力之强，可说是无人能敌。这一场精彩的挑战赛必然超级精彩，先让我们看看当年 Terry 的辉煌记录吧。观众冠军之战现在开打，他休息够了，他休息够了，赢他3000了，因为好，光哥说你这一轮再赢江振凯就再多3000块种子哦。现在江振凯的生日没那么好拉了，江振凯要到黄空五拉吗？很久没有玩了，好了，来，不要再浪费奖金，颁奖的3000，我们来。这边2000，然后我们1000。来，来，来，就是有欢迎啊，谢谢。又多3000入袋，哇！哎，三千拿走了呢。对，他还没输掉呢。4000，反正输也不用付钱，何必让他多赚呢？7000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时候刚刚你不是贵家公不能叫你啊，魔王要叫你魔主，是不是？看掉，盟主现在要出手吗？天都黑了。没啊，开太阳还那么大，哪里黑？啊，各位。我们的盟主要登场了，掌声鼓励一下！不能随便这样出场的。盟主出场是要有架势。盟主出场前，我们一定要先来回顾盟主瓜哥的英姿。两位观众朋友，甚至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魔王打掉。紧接着你要来挑战的是我们一尾活龙的这个盟主，不能随便介绍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现场的来宾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综艺大集合一尾活龙的盟主胡冠。界表泰斗，泰你都不会念，他想变成秦斗。啊，哎哎哎，盟的盟主，很久没有出江湖了，今天碰到这个还不错，怕累对不对？你还一直在找时间休息。哎，我刚刚讲了变很多话了。对啊，对对对。既然这个要继续挑战，奖金就肯定会再往上加。今天让你累了就改天好了。没有没有累，没有。再赢的话，又可以直接保送拿现金吗？没有啦，很敢的。啊，对对。来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哦哦哦哦，好，盟主要登场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登场了。来，请就挑战者位置。来，我们请盟主上挑战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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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起开始。挑战者小心哦、喔，一不小心三秒就下来了。三千嘛，这样。对，现在如果赢你的话，再加三千吗？哇，议员有带这么多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没关系，议员没有，我们没有，你有。先准备，一位火龙挑战赛，现在开始收绳了。龙族开始把绳子拿在左手上面，虚虚实实的，好感觉他们不看对手的眼神，他一个放手没有把对方放掉，你看绳子越来越少了，他开始偷笑，还在做偷笑。有没了，龙族重心有点不稳，龙族重心有点不稳，下来了，龙族重心有点不稳，下来了，龙族掉下来了，他已经有经验了，很难放了，龙族掉下来了，对，他已经有经验了，那我们的红披风怎么办？龙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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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族。放上我们这个金牌，同时披上红色的披风。龙总，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时候要出师？你这个看啊，你就是作者，你就是作者，你就是作者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哦，那个到底赢的那个关键是在哪里？对，我觉得我个人是运气好。哦，那请问要不要跟绳子发生感情呢？嗯。尽量是要有一点感情，要有感情，有什么话要对对手讲的？最后有什么话？瓜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赢了你。他已经有三次在运作的机会了。已经熟悉了。对啊，对对。那以后还要再继续有这个？没有，现在他是盟主啊，看他这个想不想来玩呢？哎，那你要跟着我们游戏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是盟主嘛？现在盟主，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。下次你来，我换我们挑战你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再加码三千块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淑君，淑君阿姨。这淑君阿姨又让你这样破费，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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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淑君阿姨，这么多哎，对，他拿一万了吧？有，差不多33嘛，所有的，来，这所有的奖金，他就是没有职业来找我们挑战的，真的耶，专业拿奖金，他说的他是赚你节目奖金的，以后把他这个照片拍起来，就是这个人不能就像卡西诺赌场一样，这个人不能进，电脑连线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也谢谢蔡议员来到我们，谢谢，跟我们工商摄影，谢谢，感谢啦，谢谢，也恭喜你哦，哎，恭喜恭喜啊，下次不要再来了哈。哎，也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，首播送到我们的《综艺大集合》。